会显示出您的那个耗油量，您的所有的那个油可以跑几公里，这样也可以显示您的那个已经跑过的那个里程。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可以看 DVD 的那个视频。这边。对，可以看放 DVD 可以看，但是加上那个真皮，还有黑色的。然后这个按钮可以控制声音大小，这样还有它可以调换那个收音台，然后这个可以接电话，可以有那个挂电话，是利用蓝牙，你不用拿电话这里来直接怎么样？这边呢？这边是什么？这按钮是可以显示您的那个里面的那个耗油量是差不多多少，还有您的剩下的油可以看几公里，这样也可以显示您的那个里程是已经开了几公里，这样。是，这边有蓝牙系统是不是？这边是我们的视频，可以放 DVD， 可以接蓝牙，是利用这个引擎系统。谢谢。这个视频你已经接蓝牙好了，您可以直接拨那个您手机里的电话。对，你可以按钮，它就可以拨出你的那手机的电话，或者您也可以直接那个拨电话，是利用这。视频里也可以，利用您的那个方向盘里面也可以这样，您也可以按这里是您的那个通信的记录，这样您可以拨，只是选票一个，然后就可以拨。那您可以到外面可以看我们的后面有一个摄像头，这样。对，如果您放您可以按那个刹车。对。这个要按住。后面还可以看那个后面的视频，这样。对，因为它后面有一个视频，你可以到后面看。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关掉。这个我们是把它都关掉。这样 ，OK， 可以就行了。你可以到后面，你看那个后面的那个，这个是我们微博后面的那个。镜头是摄像头，这样如果您要停车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周围的那个后面，可以保证您安全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后面的那个 LED 灯，如果你踩刹车的时候，它可以发光，这样可以提醒后面的人要小心，一定要停车，这样。你可以来看这个镜头。这边是这样子，全部照相。是。您可以先坐一下，然后我会提供您有关于那个车的那个一览书，这样好不好？
是你们车加速性很快，然后从零到一百十几秒是速度很快，然后急刹车差不多在两三公尺就可以马上到。那有关于我们的移车是零色有色挂，很多公司的名额，觉得我们一切怎么样？事情？你们隔音算很好，开起来也很好开。然后在柬埔寨这个地方 ，Vivo 这台车算很好开车，然后又很省。是的。那有关于我们的油耗的问题，是哪一点是让您情况上？本身 Toyota 它的组装算是很好。然后耐用度也很好，然后不会常常坏掉，然后在这种高温的地方，已经开了两个多月，应该很好，都没有。已经是开了，您讲我们的车。哦，你们车好开又省油。不跟他拉风用，跟运输通道把它约就能动作的 brake 手电。那您觉得我的刹车是？刹车系统算，做得很好，在一百公里马上可以刹住超两三公尺。后面不刹它，它动作呢，该加弯不？中弯不多一单，那个过弯可能六公里，六公里，可能五公里，就过加它比打比它比打的，是吧？加加弯呢？那哪一点让您觉得我们的丰田？可以吸引这样。丰田车在这个柬埔寨的市场占有率很高，后面的零件都没有问题，而且它本身就比较做得比较好，比较便宜。更便宜的三台的都是为了让多一单那个什么的，或者 attract 的有些改革都是为了one room 啦，不过那个是说他们养的，那个拉拉工艺什么之类的。那您是不是现在想跟我们做那个合同？啊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这个是我帮您领的那个合同，那您可以看上有哪个有些地方您不满意的，您可以告诉我们。如果可以的，那就可以签订，只要可行，您就可以提出。好，谢谢。